福报不是求来的，而是修来的。有一种增加福报最快的方法，就是孝顺父母。孝顺父母是天下第一福田，当你孝顺父母时，就撒下了财富的种子，未来一定大富大贵。孝顺父母这个福报是现世报，就算你先天苦命，也挡不住后天的孝顺为你带来的福德。孝顺父母这件事，哪怕只做一天，你的生活都会有不可思议的改变。一年不顶撞父母，能消50年的晦气。之后，你缺什么来什么，事事顺心。